阿月，我带你见这贵族型的衫，我感觉足适合你，足水的。等下哦，你试穿看卖，看倒一梳你上喜欢。哦，像我像月干呐，你跟一梳啊？不过是要见贵族拢会。东仔哈，你来一只。是阿哥，你若无讲一声就走来。伊哦，连啥物叫做流行都唔知的。小月啊，虽然阿哥今嘛吼，无参像过去遐尼啊强硬啦，啊，不过哦，我经过世面哦，我的眼光拢比迄个厝内便宜啊，搁较好啦。所以哦，你放心啦，婚的代志哦，交阿哥来处理就好啊。我你即下是安怎啦？昨暗去用世面洗无够，今嘛搁走来遮想要洗来道歉，请问嘞？啊！迄个谢阿郎敢有甲你正式结婚呢？伊敢有正式甲你这个不是原装会的人插联盟？连红毯都冇行过的人，你是有啥物资格主持超越甲小雨两个这么重要的婚礼啊？我你即摆是讲啥？讲啥？应该出去啊！阿哥，丽萍阿姨是来跟我斗相共的，你是安怎对于讲话讲到这么歹听？因为阿哥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在话啊！你看，伊连应一句话都唔敢，这就表示哦，伊无底气啦。超越啊，我想哦，你嘛无想要将家己的婚礼交予一个一世人咧行衰运的人主持对不？啊，万不利哦！那是哦，甲衰运传互你是要安怎？叫你离开。阿伯，我著敲电话给陈秀甲陈雅，叫因来遮替我送客。阿祖，你即摆咧威胁我，应该离开人是你才对。非得咯，我就是不准你参与阮后生的婚礼啦！你给我死出去！放出来哈！你卖敬酒，唔食要食罚酒哦！我管你食什么酒啦，就是不准你食阮后生的喜酒啦！出去！放出来！阿哥，放出来哈！你咧讲袂听啦！阿雄，你呀，你把人放出来，听无？你真正是够烦的烦了你呀！陈长顺这两个查某实在足有意思诶，去年底遐扭扭来啦。哎呀，我歹甲你讲啊啦，伟弟啦，你就是唔准入来啦。啊啦，无歹讲话，互你歹看，应该离开的人是你才对啦。天啊！阿姨，阿姨，你给谁跪下呀？哦，长伟，我一样没跪起。阿姨，啊，拍死啊，拍死！我注意到了，拍死啊！你跟我小心哦。来来来，哦，你无代志就好啊啦。阿公，你那个傻啊，你害伊曾经嘛强车两撞呢。拄只伊嘛有傻瓜，啊，我哪知伊徛袂稳啊，跋跋倒，我也不是超工的啊。干嘛嘞？亲戚也是目睭金金，第一脸笑话哦。你是谁啊？凭什么来指责我？拄则发生的代志，我哪有看到啊？明明是你家己撒跋倒的，你阁想要推卸责任？这位夫人，假使你若需要证据来制裁伊，我请两台行车记录器，应该应该清清楚楚的。我现在向外书记调你，方便来告伊。我看你这款人就是欠教死啦！你这欠教死的，谢青阿长，你凭什么拍我？你老家头无贪，就看明我是谁。我知啦，娘娘，害怕，我是家己人。
你今天来了，我就是要跟你讲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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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来了，我就是要
杨总裁，请你们坐。拍谁啦？度假是我想过懵懂啦，有眼不识泰山呐。今年无发现哦，眼前这位哦，这么啊高贵，气色这么啊好的夫人是杨总裁啦。我顶多要感谢你给我提醒啦。啊，亲像你这种看官无看家，啊，搁爱讲白菜的人，我真正想袂晓呢。迄、那个环宇集团的江总裁是安怎这么看中你嘞？咱是不是要重新评估咱跟环宇集团的合作的关系嘞？总裁，还是因为我超越。我听蝴蝶讲，你准备要结婚啊？啊，唔知影啥人有这么好气，会当娶你做某？总裁，我的未婚夫伊叫陈文瑶，伊是一个真正直、阁辛苦啦。是啦，迄陈文瑶哦，就是我的后生啦。正直阁辛苦，那就代表讲伊这个人品行真好啊。啊，唔知啊，伊即摆第一倒位食头？伊是黑旗集团的总经理。黑旗集团，蝴蝶，我会记黑旗集团董事长，敢是叫做陈忠信？是。大北京嘛，甲环宇集团合作未来城的养生中心的计划，黑旗集团嘛是其中的股东。总裁，这位丽萍阿姨，伊是文瑶的爸爸，准备要娶你们的家后，所以讲文瑶才会请伊陪我来见婚纱。哦，原来是未来黑旗集团的当年哦。哎呦，邱总裁，你唔通来叫我啦，我不过是。照顾陈家的大大小小，公司的代志我无插手啦。一个安尼啊怂，装卡来的人，当然什么嘛无法度插手。总裁，真正足感谢你，感谢你救我。若不是你开车替我挡着迄灾的，我可能已经无命。感谢你的救命之恩。蝴蝶，你莫这么客气啦。咱讲来讲去，咱嘛是有关系啊。啊，算起来拢是家己人。啊，我做我应该做的，讲我应该讲的。啊，今日拄好我出现在遐，就代表咱两个老有缘。这拢是天公伯的安排，你莫放在心肝头啦。总裁，我拄只吼已经甲经理交代过啊，啊，你就等下阿伯超越来试穿牛衫。啊，不要紧的人，因得甲赶走啦。啥是不要紧的人？刚刚你直接爱我提扫帚出来，你甲甘愿走先？超越，阿哥先等伊公司啊啦。啊，若是有啥物需要阿哥搭三间所在哦，你就打电话给我，哈。妈，你是安怎要甲朱丽萍？有特别的介绍，你甲江超越的关系如何好？这原因我了解，那你做来变未？我当然我家己用意甲安排，你得卖问这么济啊！这富士山明信片是要送给我啊？嗯，是啊，这是我甲静怡为日本出差回来，特别送给你欧明阿的，顺便祝贺你甲超越求婚成功。哦。原来我恁心内分量就亲像这张明信片同款，这么薄。我这张明信片就袂歹啊，好不？谁叫你要趁我甲家风无伫的时阵去甲超越求婚啊？哎，你爱有良心哦！我甲家风嘛是你生命当中上重要的人呢。啊，以后这款的过程哦，你是不用去烦哦。所以今仔日这只是予你一挂小小的天分。是讲哦，嫁给对嫁不啊？既然伊即马做老家的新妇啊，阿叔叔阿公当然嘛对家风去设想拍算。正宇才无安尼想咧，其实阮是暗算讲，
当文瑶婚礼办完，啊，佮文轩把酒会好了，咱就当来去富士山蜜月旅行啊。这才是我甲静玉真正要送文瑶的结婚礼物。哇，真实了，这么好，哎，那好意思啦。哥，就是去基地迄五年哦，拢是你咧照顾我，所以这场旅行只是我对你表达我的感谢一点啊，是物尔啦。也是讲，你无想要跟阮做伙去旅行，阿兄，阮定地甲你顶下挂笑。哎，有你那个蒙子、米姑陪伴我，我当然欢喜啊，我哪可能气嫌啦？对嘞。是讲咱老爸甲阿姨咧厝安尼，敢有妥当啊？啊，当然是大家做伙来去啊，顺便邀请阮爸妈做伙参加，啊，咱会当到一个旅行团，到时阵安排嘛较方便。是啊，这嘛是我甲家峰想要做好干爹找的幸福礼物啦。哎呀，搁有丽萍阿姨，我嘛想要甲你说一声多谢，真感谢你愿意重新接受阮干爹，安尼哦。以后唔则会变作是老狗群啦。你讲啥话？人讲话无啥物老狗群。等下明仔载我甲咪姑啊动完手术啦，然后我也欠江中林那200个幸福伊，莫让小雨担着这人情债啊。安尼到时阵啊，我就会用变作是无事人，我再带你哦来去游山玩水啊。啊！你没有给伊这样大压力啊！只要咱一步一步来，踏踏实实做，我相信一笔钱总有一天一定还完的。喂，妈。大伯拄只甲王地租有来问安普罗公司的代志，我已经有甲伊应付一下，伊即摆已经离开啊。安普罗，我早就已经出手啊，当然嘛，你袂甲伊插手。阿彩，陈中顺已经到位啊。你好准备出手啊！你会记哦，一定要有一个好阿兄守，我才手术，不听你话。走路就好，我走啊，敢那过一体。哦。不是你啊，吴虾。啊！这是逃逸，你不会下班。哎，刘姐，刘姐，放，你要给我，放，你，刘姐，啊，我不着急，我不着急。吴明姐，您在哪家？我工作吃饭山，拄好经过这，看到陈忠信才变火车弄掉。我刚才我卡手尾呢。吴明姐，多谢你。这个人可不是阿姨，唔对啊！伊若来台湾，蝴蝶咱拢无甲讲。